我们今天来介绍阿梅娃酥饼。娃酥饼，阿梅麻糬，麻酥饼，对，麻酥饼，好，阿梅麻糬，麻酥饼，好，全部倒在桌上，全部倒出来。有几个？数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。十个。挖自己吃自己的，挖自己的。哇，麻薯饼看起来好好吃。什么口味？咖啡。咖啡。嗯。很好吃的咖啡。好。有点酸酸的。会吗？甜甜的吧。酸酸的，有点酸酸。好。那你继续吃。咖啡啦，咖啡口味。咖啡口味好苦。好苦，你小朋友不喜欢。我喜欢，我喜欢。苦中甜甜吧。对对。有咖啡香啊。对呀，明明。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拜拜，爱你哟，拜拜拜拜。我没有概念。